我觉得人生好难哦。我现在，而且我上一次接玩很大就是一年前的宜兰，然后一年后的宜兰，我想说哇，这次来我一定可以不用再做这种丢脸的事。结果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不敢相信。没有。这是什么？纸扎通。纸扎通。冲冲冲，开出信心向前冲。好了，美琪啊，你看，现在身为葱油饼王的我，要帮大家做最后一个仪式，你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葱油饼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去葱油饼，请站乖一点。为什么？哎，排队帮我争取一个助理好不好？我等一下。因为宁轩上次就是我们的那个三星葱的代表，那你还加油啊！哎，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一样的对待。哇，我们是队友哎，我们是队友。我知道，我是队长哎。葱油饼加冕仪式。哇，好像葱油饼哦。有个宝，嘴巴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闭起，三二一，来喽！各位，这颗精彩了哦，这颗葱油饼还加香肠哦。三二一，好。队长，我呢就交给你们来处理了。来，我跟你等一下吗？来，你要铺好，一人一下。等一下，一人一下。那我先不可以，不可以再掉，不可以再掉，因为我怕你们会弄很久。哇！等一下，不可以浪费。葱油饼王啊，你的帮他固定他的脖子。你的粉有可能会比我们少吗？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宝宝 ，I love you。赶快去找人家，去看要不要去弄。这样子找哦，不要伤害。不然呢？而且，哎，我觉得很危险呢。没什么变。因为现在外面有下雨，雨朋友，我们这个变色都变面团呢。变面团了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哪里啊？往外走，往外走，去找路人。哎，这个先生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厨房，可以让我们用这个吧？他们都是火锅。好，他们在工作。对呀。先不要吵嘛。我们直接哎，还是我们这里可以住家。嗨，你好，你住这边吗？你住这边吗？你住哪里？待在哪里？哎，这里。你们要出门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。你想吃葱油饼吗？我们在录那个网很大，嗯，然后我们输了。想麻烦你一件事。我们想去你家做葱油饼给你吃，可以吗？我家是葱油饼。对。我们要借个厨房。厨房。我问我妈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我问看看。阿姨你好。阿姨好。我们想要煎葱油饼给你吃，方便吗？好，不要录镜头，让姐姐说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姐姐。哦，这边方便呐。遇到好心人。对啊，锅子哎，这样就哦，加这样用吗？可以。我们下好了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来来来。这个小弟怎么称呼啊？这个怎么称呼吗？嗯，不知道，你叫我先想过来。新鲜饼，新鲜饼哦，我们是葱油饼，你好，我是兄弟。我们现在做一块葱饼给你吃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都有戴手套，很干净，你不要怕。我们都有戴手套。哦，他跟我现在不会烤大火哎。请问你们有蛋吗？你要吃加蛋吗？不要不要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就简单的葱油饼，这里有哎，这边真的有哎。馅饼等我一下。好，软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给我来点油。啊！来给你。哎，这真的是新鲜的葱油饼哎，好香哦！你是蛮香的，而且很漂亮哎。你有看过葱油饼在做葱油吗？
心点，小心点。你的粉会掉下来。啊，对不起，你的粉里面还有经验哦。看起来宁轩是有在做菜的。有，他有丙级厨师证照。哎呦，哎，你等下拿起来要先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哎，有样子。哎呦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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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，翻面，翻面，阿姨，翻面，翻面。美女，你先拿起来，我打个蛋。好，你会打蛋吗？丙级执照的，来给你了。哦，这个不怎么办？哦呦，留下去了。来，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。请问有盘子吗？有。哎，你们家什么都有哎。你们家还有烤乳鸽嘞。还有酱油，酱油。乌拉乌拉，蚝油啦，用蚝油。差不多了，椒盐吗？要。姐姐，你就不要害羞了。OK，OK， 好，关我，我先关我。板娘上菜，来上菜。我帮他备一个酱油膏。请问那个馅饼哥，你有在看棒球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放心了。那你有认识哪一个棒球队的啦啦队吗？果果。果果哦，那敌队的，敌队的。还有一个什么所以你的，你看得出来，那是本人吗？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他本人，是你的本人。你们享用一下，然后就跟我们说说好吃不好吃。还是有听到脆脆的声音，好，嗯，有加蛋的，加蛋加五块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哇，超高，谢谢你，这样完成了哈 ，OK， 那我们就哎。回去看有没有卸妆卸一卸，赶快回去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。